好，一件书画作品，来，掌声有请这位藏友董雪。你好，董雪。你好。这是谁的作品？齐白石老先生的一幅青蛙的作品。这个是我伯伯在一次拍卖会上买到的，这个就是嘉峪关的国宝。说明全家人对于这件藏品很有感情。是的。啊，我今天穿的这一身衣服就是跟这个图片上的颜色都是一样的。哦，真是有心人呐。那你的头发就是后面的那个黑。不跑题了啊。您看它这个青蛙，是特别的就是可爱。在那个稻草下面，窃窃私语，像是谈恋爱一样。应当是现代的，并且画工呢很粗糙，并且那个绿颜色很现代，看得我眼睛都发绿。有时候看着眼睛发绿，还有另外一个心态，就是太羡慕、太嫉妒了。那是红眼。有道理，没事吧，同学？没事。啊，好。我认为是真的，两只青蛙画得特别生动，稻子吧特别流畅。我感觉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上面那只青蛙腿怎么感觉比较长？啊，你说它的，比如说左腿比右腿长。它不应该两只腿不一样。齐白石啊，他是20世纪以来最富有代表性的一个一位艺术大师，被誉为啊人民艺术家。这个齐白石真假画的鉴定的话，实际上这里边有一定的规律。这件东西从这个款式、书法、印鉴，以及他的这个笔法、用色等等方面来看，和齐白石这个石的真迹就没有分歧。这件东西的话是一件真迹，绝真无疑。你比如这个齐白石画的这是稻子，而且你看那个齐白石的用笔把这个稻叶一笔就拉下来，而且一笔拉下来了以后的话，它的层次变化，这每一根的话绿颜色都有变化，这就是齐白石的高明之处。再一个，齐白石的印油，它是专用印油，你看这个印油是老印油，所以这件东西的话可以说是齐白石。我刚刚看了看款的，70多岁，大概是30年代末的一件这个时候这个精品之作。谢谢。从这件齐白石的画上可以理解齐白石说过一句话，妙在似与不似之间。从这两个青蛙上来讲，它并不是画的那么写实，眼睛、鼻子、腿的不是那么全都画得那么细，而是它有似与不似之间。这幅画呢确实是笔简意赅呀，虽然画的是只有两个青蛙，我们似乎听到了不是两个青蛙的鸣叫，好像听到了一群青蛙都在鸣叫，奏出了一曲啊丰收的乐章，声情并茂。而且这件东西的话，拍卖场上我们也见到过，你比如前年、大前年这种东西的齐白石拍得更高，大概400-500万，但是今年的市场又下来，但是我保守的估计在280万到300万。